今日咧同大家介紹一下咧呢一個不鏽鋼嘅雨傘除水器。咁喺一啲大型商場咧，包括我哋樓下 Popcorn 咧，都有用到，山頂廣場都有用到。咁呢個咁嘅除水器咧，價值成6800蚊嘅喎。咁睇睇佢嘅結構啦，其實咧只不過係呢兩塊咁嘅放喺浴室，即係10蚊掂吉之島。嘅材料嚟嘅啫，咁啊每边咧有一块，咁啊加埋有两块啦，咁跟住咧有个不锈钢嘅外壳，四个辘，咁啊睇唔到有咩乾坤啦，咁呢度下边咧有个水盘啦，费事用手电啦，咁可以攞啲水出嚟啦，大家见到啦，咁啊个辘咧可以推嚟推去啦，有个水盘咁样咁啊，把遮咧就插落去，咁啊转下转下，即系好似抹脚咁样啦。大家想象到啦，咁就话6800蚊。咁原本咧屋苑咧就谂住买几个嘅，咁但系哇睇到嗰个电油之后咧，即系耍手拧头啦。咁同埋咧，咁样即系挤压嗰把遮咧，嗰啲咁嘅水咧，到时咧就积咗喺度啦，又要洗啊又剩咧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好似屋企嗰塊嘢咁咧，就會發毛咁所以咧，呢嚿嘢都係窄窄地。喂，咁不如啦，買呢嚿啦，呢嚿有幾錢啫？咁啊，插把遮落去，咁啊有一個膠袋，有長有短嘅縮骨遮各樣嘢，用呢嚿算啦。呢嚿都係，我哋買唔起啦。Popcorn 有錢啊，因為冇辦法啦，係咪啊？咁啊，報告完畢。